我喜欢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像学文会加一些 feel 在后面，就会让你们整首歌的声音的那个层次更丰富。所有的舞台里面，我真的最喜欢他们有达到团体的宗旨，就是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每周日晚间8点，原子少年。